我大不了说到天黑，特别是情怀，找到小时候那个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二哥，我今天来到了开封市尉氏县的尉川大集啊，来赶大集来了。哎，看看热闹不热闹？赶大集啥？赶大集啊？人家赶大集买东西，我来吃美食嘞。多少钱一个？两块一个，还差一个。两块钱一个。这人多，信号不好。这国际都是咱大份儿吧？啊，往外走嘞。啊，都谁要了？拿着走了，拿着走了。哎，对，全扔两头嘞，发白不天了。都给他平身啊，哎，都给他青是吧？红薯现在咱这青豆青色啊，红薯豆青色，出来要豆青色嘞。这两门必须得炒，吃两门是红薯线，要是这夏天身上就完了，都扁豆线。炒着吃凉嘞，是扁豆嘞，炒着吃红薯嘞啊，记住红薯嘞。干多少年了？在我啊，我都在干的六十来年了吧。比我的年龄都大了，我五十多人叫他够大的了。你小跟着好从小都干。你今年有高寿？不一样，我刚才我都不敢说，我叫到你六十多岁了。不能说瞎话呀。耶，这是酱，大老抽，哦，蒜汁儿，这是灵魂，炒凉粉的灵魂，有蒜汁儿才好吃。老太看谁没有腹胀，又一锅。老太，你今年高寿啊？七十八了，快80岁了，马上都等半个小时了啊，吃不嘴了。你这收着锅，肯定管吃嘴的。我大不了说到天黑，说到天黑我才吃嘴的，是不是显得有点好吃嘴了？美食诱惑，人生谁也抗拒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一会儿，谢谢。哦，那时候气多，跟着老李干劲，那时候吃完两份，非常奢侈，刷屏一会儿都吃嘴的。所以说现在为啥你我等天黑我来吃，那吃的不是凉粉，吃的是情怀，找到小时候那个感觉。见过你吗？你这个小鞋子哈。小时候吃，专门叫他地下那个果角，那个比较入味。哎呀，想想都开心，懂吧？还有烧饼，这给这炒这个凉粉，真是有那个老味道。稍微加两回。我做了饭店吃，你找不着这感觉。我这大姐让你做，感觉立马来了。来排队排队。一份多少钱，老板？6块。6块。